把点咱家里的天亮了，天亮那个我心情更好。我需要你陪我，阿那不，我不知阿要阿那面对我的迄个家，我需要你陪我。小秋，小秋，喂你。你就是半吊子，代志无法度决定，错过了黄金期，啊，怎嘛嘞？林威廉去跟你小妹求婚啊！你若是继续半吊子落去哦，你一世人都无法度过好日子。你哦，认命啦！两个单人铁锅。